好看吗？吗？是不是这个不能拍吧？好看，很好看。我得忘记了。M U N U N 是什么？安斯卡。我是平常就是 superstar 吗？我都是喷好好的、啊，妆法100分。你要不要看一下你？我新买的衣服有没有？吃饭而已，好看吧？我跟你讲，我今天带你去吃饭，带你去吃好的、喝好的，还有舒服舒服的。老板小，我不要去。真的啦，你相信我一次，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今年赚的比较少，没有带你们喝春酒，所以我想说，我就带你去吃个饭 ，special 舒服一下。你要确定是舒服的。舒服的，你相信我。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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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嘴巴张开，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一直被吸一直被吸这样。走啦！真的，你要穿这样去？这样去我很尴尬。但是你大概帮我记录一下，因为我是网红嘛，所以网红就是要记录一下现实动态生活嘛。大大概概的，就是用手机帮我拍。没有，不拿相机哦。好，我也拍一下。好。死胖子，大家就知道他要上班了。来，到了，到了。不要闹啦，这是哪啦？看起来怪怪的啦。越神秘的地方越棒。干，这到底要去哪？这跟我去外送茶有什么不一样？不是。到来这什么鬼地方？来，欢迎光临。阿叔，我来这里要干嘛？我都准备好了。所以你今天来带我按？对。不对，那是什么东西？来，你这个给我，相机拿着。我们今天呢要来月式洗发按摩，不可以这样。来，那我们开始工作喽。那我可以挑人，对不对？我你等一下，先不要吵。按是一个人按嘛，对不对？我可不可以三个？可以啊，我可以挑哈。对，男的先挑。有没有推荐女生？我来一个女生。可爱的东东。东东，东东东强。好，好可爱哟、哦。你有满18岁吗？我是20岁。想要吗？不给你。今天要拍好一连串的服务，大概要拍2个小时。那拍完之后，你如果想洗头，就是拍完就换你，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了 ，OK。鞋子好，我来。我跟你讲哦，今天这支影片要做的非常有质感，所以你先给我闭嘴。换个拖鞋。好，鞋子要放哪？我帮你放就好。好，这个是那个置物柜的磁扣。这是2号。等一下的话，就是你包包、贵重物品都可以放在里面。那我们这个是磁扣，而且是我们有3台监视器照在这边，所以不用担心东西会被。怎么开啊？太高级了。就是这样子。很高级耶！我第一次来月式洗发有这种。好，我放好了。好，那我们进去里面换衣服。有帘子。出去啊！干嘛？换衣服了。拜。欢迎。拜拜。我好了。那我拉开窗帘喽。好。没有拍到我的脚吗？你的脚就这样拍过几次？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那个幻术大仙？知道，怎么样？你相不相信我会？干，你就一个人，快点！不要再讲脏话，一个字100。不要乱闹，快点啦！来，你跟我一起讲，1、2、3，过去，过去，1、2、3，过去。
不敢买一送一，还不甘心，期不期待？都是美女哎、欸，我们又组合了螺丝罗拉，简称螺丝粉。好啦，如果厂商业配欢迎找我。好，哎、欸，好看吗？吗？嗯嗯。好看，很好看。我怎忘记了？公主上位。叫可以放下去。那我现在帮你拍暗。哦，正正的。那你现在觉得舒服？微微，我希望等一下更舒服。一起啊！一起。啊！他坐椅子吗？这样。可以坐这。你可不可以不要这种表情，给我正常一点。很嗨耶！那帮你去找。好。啊，可以跟你们聊天吗？可以啊。那客人平常会跟你们聊天吗？也会。他们都比较喜欢修。哦，客人比较安静，没遇过那么吵的，我也没遇过那么帅的，帮我洗脚。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的 YouTube 或者是 IG， 就知道我其实节目啊，以前都拍过月式洗发。但是这里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第一次拍月式洗发，就先别说有两个小鲜肉帮我按，第一次遇到就是有这个按摩椅，而且他们的好新哦，他们整个环境。我看过我去过的月式洗发，跟我网络上爬文过的，应该算是台北市最大间的。那我想问你，有没有帮你爸洗过澡？没有。你有帮爸爸妈妈吗？我有。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父母，而且他还有养我。这一段好感人哦！我们两个在干嘛？为什么不帮爸妈洗？可能我们是哦，因为我们都努力在赚钱，没有时间。要不然你答应我们，最近来帮爸妈洗脚。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国际礼仪。那我们洗好脚喽。这门超帅的，而且那玩游乐设施，我们都还没开始。真正的综合就已经觉得超舒服。这算是我短头发第一次拍 YouTube。哎，对耶，今天第一次看到你短头发。可见我们多久没？对啊。哎，你拍他特写，拜托，你看笑起来的时候好可爱。你会不会扎单眼？啊！哎，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怪癖吗？不是，我喜欢看男人扎单眼。你再扎一次。我觉得他很 OK， 我要常来。你现在不是不怕冷了？对，哎、欸，我一直有闻到一个很像中药的味道，对不对？对，我有放中药草。所以它现在是也有点蒸汽。对。你边洗，然后会有蒸汽上来。哇，你现在有两个人服务，好爽哦！是公主，公主跟你们说，小姐姐们，如果你们平常想要放松，其实也可以不妨来尝试看看月式洗发，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专业程度不差于你们平常去的那些美容 SPA 馆。这边很多细节啊，他们都做得很好。因为你在很多人去油压按精油的时候，按完的时候头发就整个乱七八糟，如果刚好后面又有事情的话，那这边是一条龙，就是全部都帮你用好。而且它是能躺平洗头，哎，好爽。忘记你教我一些越南话好不好？我爱你怎么讲？都一优吧，好难哦。都一是我吗？对，都一优，都一优。M，
Yum 是什么？安是它。认真问你到底推荐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可以来？哎，我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就是你要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好好发挥。哦，这样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很适合来。对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越式洗发是不是很恐怖，都是一些男生还是什么，他们这边就是很棒，他们做一个男女分开的空间，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希望有多一点女生来这边享受越式的那种按摩跟专业手法在，但他其实也像我们的美容 SPA 馆一样，就美容 SPA 馆该有的他们这边都有，而且他们外面其实还可以做指甲跟美睫，而且其实这样子很物超所值耶，你看你去外面洗头也要个三五百块，对啊，然后你去按摩也要个一千多块，快两千。但这边就是全部都可以做到，全部一起包，而且连耳朵、耳足，待会也会做到。而且这边刚开幕的，全部都有设备啊，很多状况都是新的，我觉得很适合啊，推荐大家来。你很适合去演蘑菇哎，我觉得应该是漂亮的。你这是称赞还是真的啦？就是你脸型好看啊，所以你光口也会好看、啊。谢谢。那我是不是要这样？施主，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才对。好像男朋友在帮女朋友吹头发，甜。超舒服的，而且他们还准备了点心，对，謝謝，超级精致的。他们这个点心是你们自己用的白木耳吗？啊、对 对, 對。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越南的特产，对，哇，很特别、嗯。然后还有养生茶，对不对？啊、对 对, 對。我今天整个体验下来，我的感受非常好，而且其实我以前也拍过，就是越式洗发、嗯，然后也体验过，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真的，谢谢谢谢。